掌邀请各位主礼嘉宾把右手放在你们面前的盾形徽章上面。我们先来拍一个，三、二、一。 香港，特别行政区2023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正式启动。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，中央对国家安全负有根本责任。没有安全和稳定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安。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。修理风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虽然没有得逞，但这是香港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，是我们永久的痛。有人想抹去这段惨痛的记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刚过去的复活节节日。 我在湾仔海滨长廊跑步。谢谢夏主席，请就座。邀请中央就香港国安法作出解释。我非常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第14条。和47条作出解释。